兄弟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，我国宝被隔离了，这几天呢也更新不了什么视频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隔离的酒店吧。每个人都会给一个小凳子，把门打开放在门口，每个人门口都会有，后面你们就知道有什么用了。还给了一种这种小水壶啊，还有口罩，还有一个量体温的，里面有一个消毒片，现在把它装满水。现在对着这个房间每个地方都喷一喷啊，虽然我们被隔离了，隔离工作要做好。现在我们把床收拾好，这样晚上睡觉才睡得舒服。我的饭终于到了，再不来我都快饿晕了。午饭终于到了，还是不错的啊，有鸡翅，还有小鱼。